来自一个佣兵的快乐。哎，我得去救了，船坏了。他回来挂我，那我这个机遇就白找了。哎，艾米起来！我刚才想的是我赶紧自愈起来，然后盖他一个板子的，结果我没起来。哎，怎么没有人救祭司呢？哇，没有人救祭司！祭司说他那台机子压好了。看没看着，娃娃满地跑，就是这种状态。哎哎哎！啊是，哎呦，还是被打到了！我天，我还是被打到了。但是咱有被动。